可以。这个帅哥是刘嘉谦，很强哦。你看，帅帅哥。要可以看去吗？可以啊。没有献几刀啦，找好就好了。这边是正面哦，正面的线都很齐，然后来看背面的，背面的也都有倒线，再来再看这个面，啊，因为它引刀的时候，这个有点像农夫啊，这个算品，然后这个有一点往内凹，好，这个也是往内凹，来你摸看看。对对，不平整，这个也是，三个都一样，好，问题都一样，好，换你。换平民千金，木工科之花，左撇子。他今天用的材料是纽松啊。这边是正面哈，然后都没有倒线呐，对不对？然后都太怕了，好，没有把握。那这个中间跟吴一翰的问题是一样，这里会有一块肉，就是为了找的时候，因为你倒线了嘛，然后再你要为了要咬住，你就会从这边开始滚。啊，然后就会硬要找，为了要去咬住这个笋壁，所以有什么改善，就刀子更利，找到哪更稳，这里就不会一个肉一个一顿了。你摸上面这里，
好，OK，好，啊都不平了。